干嘛？是的。等着。胖爷，我这纳鞋底的技术还真不错。哎，要不我顺便给你绣个二龙戏珠，保准栩栩如生。得了吧你，咱还是低调点吧。看你这伤啊，都赶上二龙系原子弹了，都有蘑菇云了。都是皮外伤，看着渗人而已。下次啊，别这么拼了，这做起事儿来就不要命。没事儿，这就是我的风格。我每次都受点伤，但是每次呢，都还能活下来。你三爷再倚重你，你也不能这么活着呀！你这有点自我毁灭的倾向啊！我可不能自我毁灭，我还惦记着三爷呢。我们都说好了，等我们老了，一起去住养老院。不是说追你人吗？人呢？跑了。你跟我好好说说，你怎么救了我之后就跑了呢？小哥，你带我来这干嘛？小哥，你干嘛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放生。放生你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自己来。潘子和胖子还在里面呢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胖子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快来！怎么了？你们俩干什么？除你美容还能防蛇，你抹均匀点。谁说的？小哥说的。小哥说的。小哥说的。你不早说，等我翻面。行了吧，够均匀了吧？耶 ，yes。水渠道口就在前面，等天快黑了，今晚就先在这里休整，派一队人去水渠点灯，明天天一亮再进。你派几个兄弟先进去，安排剩下兄弟生火做饭，轮班放哨。是。臭瞎子和那个粉红仔逐个拆开，今晚就动手。老大，咱们还要搞啊？咱们搞他们那么多次都没成功。
动动脑子行吗？他们绝对已经被咱们麻痹了，今晚动手正是好时候。老大果然是老大，运筹帷幄，足智多谋。被发现了？不可能啊！三爷，您这儿出个身手好的，跟咱们下去探探路呗。我们这几个半桶水啊，根本应付不了晚上的状况。我去吧。我去吧。晚上降温，留给你们。留着吧。他一直都这么积极吗？平常啊，能躺着绝不坐着，今天难得动弹。真的能放蛇吗？当然，小哥说的，他回来了，他们俩正给帐篷涂泥呢。盘子，你这后背不能沾水啊，待会儿给你拿块泥布盖上吧。好。想不到这胖子的缝合技术还不错，就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，好像在哪见过一样。他呀，这就是纳鞋底的阵法。胖爷确实多才多艺啊。吴邪，不好了，快出来！我已经涂过泥了。跟泥没关系，你三叔给你留信了，快快快！你别动了，待会回来告诉你情况。刚才我跟小哥拿铁桶准备装泥，一挪开就看见了。我们已找到终极，我们已找到终极的入口。汝之绝无反渡，自此永别，心愿将凉，无憾无憾念念。且此地危险，且此地危险，你们速走，你们速走不留。你三叔这是没打算活着回来呀。嗨，天真，这吴三省是谁呀？啊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你别担心啊，明天咱们就追他去。这老狐狸为了让我回去不择手段。来，我去抹泥了。哎，三叔说，前面的路危险，叫我别追了，自己先进去了。三爷的话有理啊，秦三爷，要不你就听话吧。这么危险，我可不能让他一个人进去。三爷都是为了你好，那我就不是为了他好吗？其实我也能理解我三叔，换作是我，毕生追寻的秘密就在眼前，前面的路这么危险，既不想让大侄子跟来，又不能告诉他真相，只能说这么一句含糊其辞的话。要是换做以前的小三爷，估计现在啊就该哭鼻子了。是啊，
如果是以前，听说三叔要死了，我肯定会哭天抢地一阵子。只是现在的我，知道背后这些谜团，远不是我三叔能掌控。你知道吗？你小的时候，三爷就带着你，还有一帮跟你玩得好的孩子一起溜大街。那桥底下算命的，就说你手纹乱，心乱，这将来操心的事儿数都数不过来。后来呢？三爷一听这话，脸上就不高兴了，还说那算命的胡说，说你啊，从名字到身份都干干净净的，还非得带你去姓齐的那儿好好卜一卦。齐八爷当时还在不在？其实三爷压根就没带你去卜那一卦，他说人各有命，你就应该好好看看你自己到底是什么命。他这么受威胁，你没把那个算命的摊子给他掀了？人家只是给你跟吴邪随手算了一卦，那准不准的也不能坏人家生意啊。之后我还让手下给他送了点钱。然后呢？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个人我再也没见过。你就不想知道那个老头给你算的是什么吗？就算你告诉我了，我也不信这个。行，那我也就这么一说，你也就过过耳朵。他说你是贵人。贵人？嗯。我会遇到贵人？不是，是你自己是贵人。你是来来往往这么多人的贵人，只是不贵自己。谢家男人死得那么蹊跷，就像是受到诅咒一样。我当家的时候才八岁，我不是谁的贵人，算命的算错了。三爷，喝杯茶，解解乏，提提神。谢谢。你现在还往你房间里的窗户上蒙黑布吗？你知道。蒙着吧。别让那些人知道你在想什么做什么。你比吴邪更懂得怎么保护自己。天真，给。你三叔这营地有点怪呀。装备齐全，就是人都不知道去哪儿。不会是发现入口了，太高兴了，就什么也没带吧？或者离开的时候，人比包少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可能死了很多人。这死亡应该发生在扎营之后。这石头上还有蛇爬过的痕迹啊！蛇巢。今晚咱们轮流值班，我守全夜，我陪你半宿，明天赶紧走。我轮班。不。你守着潘子。哎呀，我这眼睛怎么老这么痒啊？你呀，就是太累了。来，给，这是潘子的。你今晚啊，踏踏实实在帐篷里睡一觉，别出来。嗯。黑眼睛为什么要替我去探路啊？他怕你回不来。我回不来？把这衣服给我。挑一副带上吧。挑一副防风的。
这大晚上的，您戴墨镜做什么？哎呀，这沟口不是太刺眼了吗？又想烤火，又怕眼睛疼。哎呀，这人这上了点年纪，确实比不上你们这些小年轻人能扛。那花爷呢？不想看见脏东西。要不来你也戴一副？不，这么潮的墨镜驾驭不了，驾驭不了。老大，那边的一老一小都开始戴上墨镜了，肯定不对劲儿。咱们要不要也都装扮上？等一下，吴三省问我要不要戴墨镜，这叫欲擒故纵。我在他们水里加了点料，一会儿药劲上来，咱们就动手。兄弟们，都给我机灵点。好了。以多欺少，你们太不讲究了吧？对不住了，黑爷，老大吩咐我们，让我们逐个击破，我们也只能服从命令。你要是运气好，来条蛇，一口下去，你也能少点痛苦。你要是命不好，来一熊瞎子，那就难为你再挺一挺了。啊，小朋友，你没事多读点书，这雨林里哪有熊瞎子呀？屁话真多呀、啊！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吗？你们难道就不想看看他摘了墨镜是什么样的吗？等一下，道长说，看过他眼睛的人都死了。切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儿。行，反正我都要死了，不然我就给你们讲讲我为什么常年戴着墨镜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马上就要完全瞎了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黑瞎子，不叫我瞎子吗？你姓黑？他们叫我黑瞎子，是因为我有一点儿别人不知道的本事。什么本事？我可以取走你们的眼睛。几点了？谁把灯给灭了？
口火也灭了。等等，等等，灯也花了。笑了，你怎么能取走我们的眼睛呢？啊！那你怎么不敢看我的眼睛啊？谁说我不敢看你？啊！我怎么看不见了？啊！怎么了？给我上上上啊！上啊！我看不见了，怎么了？我也看不见了，我也看不见了。现在咱们同病相怜了，天下下是一家亲，何必你为难我，我为难你？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兄弟们，以后跟着黑爷我学手艺吧。盲人按摩也能养家糊口。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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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疼？发烧了，孩子，你撑住，我去找小哥和胖子。等我。是胖子吗？啊！我别慌，别慌，我看不见了。对着这个，放手，别慌，对着这个，一会儿就能看见了。这外面有毒气，你千万别大声说话。这营里周围全是蛇，刚才你们跑去哪儿了？你以为摸黑找几个面罩容易吗？不是，潘子，潘子发烧了。嘘，千万别说话。
怎么了？你觉不觉得越来越黑了？好像是。你有没有觉得看不见了？好像是。哎，谁？罗大叔！我就吼你，我就凶你了。你不挺牛的吗？还给我下药！三爷，手拿开，走。三爷，入口没什么异常，而且灯都好好的，明早咱就能出发。行。你戴比我戴好看啊。当然。赶紧给他们治治眼睛，不然我们还得带着拖油瓶进去。我要告诉你一点，这个队伍里长得帅的瞎子只能有我一个。三爷，您什么时候知道雾气有问题的？进雨林之前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让我挑选防风墨镜的时候，黑眼镜的那副不防风吧？他怎么没有瞎？他怎么没有瞎？他只是有本事。药给你上了，半小时之内不能睁眼。记住了啊，半年之内不能洗脸，否则就等着瞎一辈子吧。记住了。
出来了。终于过去来，潘子，吃点东西。昨天你们三个眼睛都看不见了，突然间就瞎，暴盲。哎，你说也邪了门了，这营地是不是被诅咒了？啊，又是蛇又是毒气。雨林里的雾气都是水汽凝结的，之前的水都是干净的水，雾也是干净的雾。我是估计这附近都是死水，屋里有东西致盲，所以才会看不见的。什么诅不诅咒的？天真，你不是说这泥巴能防蛇吗？啊，胖爷我把自己都涂成叫花鸡了，这什么也没防住啊。泥巴结了块之后确实容易脱落，那也是不完美的泥巴。你总有理，小哥，你没事吧？喝点粥吧。那咱们吃完就赶快走吧，啊！胖爷我可经不起第二次蛇巢了。哎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三爷的消息，咱能去哪儿啊？往高处走。昨晚我拿望远镜把这一带都看了，哎，那个方向有个神庙，不管是什么。先离开这个地方准没错。胖爷，我经过这一折腾，我感觉我都瘦了，你看肚子都小了。对了，昨天晚上我瞎了的时候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到我帐篷里面，而且闻到了一股泥腥味，是不是那个女人啊？天真，那女的是不是暗恋你啊？还是个女的？前几次你没看出来啊？就那样。别开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胖爷我在潘家园可是开铺子的，别说是隔着一层泥了，就算隔着一层泥瓦，我都看得真真切切的。吹吧你就。哎，好好想想，你都认识哪些女的？全都交代出来。我妈、我奶奶、阿宁、叮嘱卓玛、她儿媳妇霍秀秀，还有……这都哪跟哪儿啊？啊，说重点。重点。哦，还有一个，疗养院梳头的那个，算是半个吧。还有一个，但我不确定是否还活着。陈文锦。而且陈文锦给定主卓玛留了口信，说在目的地等我们10天。
等不到的话就自己进去了。他？对，还记得陈文锦日记里提的那个他吗？陈文锦害怕他。他？那这个泥人就是陈文锦，怪不得他一直躲着咱们呢。啊，咱们当中有他的人？怎么可能，当时就咱四个，难不成还有人带着人皮面具易容混进来啊？哎，胖爷我可是货真价实的啊，你看就这证明啊。你就不一定了，你是半截又回来的，我得好好验验。哎，你才假的，你全家都是假的。你才假，你才假，你才。潘子在发烧的时候我也验过他的额头，肯定是真的。对，他不能是假的，他那一身肌肉啊不太好作假。哎，小哥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上这儿来，这水大。要不咱俩一块儿验吧。怂。哎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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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太好。不能记仇啊，小哥，要记我们两个的仇啊。哎，服务员，这水怎么越来越小了？加大点。你们有没有人性啊？啊，虐待伤员还要求那么多？我们那不是虐待你，潘子，你那背上不是刚缝了针吗？不能沾水，我们是爱护你。哼。哎呦，潘子！慢点！哎呀，我这离水远点，心里踏实多了。浮雕。知道那老头给你算的是什么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什么词儿？给钱。来，胖爷确实不错。小哥，拿铁桶怎么装泥的时候，印度还得看。是不是让这场梦有方向？再多风霜落下无妨。我没想到终极的路口如此。也磨不开心碎我的远方，你为什么有坚持的力量？对不起，这一路的颠倒，一生有你的心吗？小三爷，三爷都说什么了？再来吧，哥，小心点啊！去死吧！哎，抱歉抱歉，哇塞，这个烟辣的我。相信是你
好像是。不是，你们赶快给他们治治眼睛啊！我们要带几个拖油瓶进去。你的呼唤是我的期望。慢慢，往前走。时光让一双手安放。你目光开心随我的远方。上山加油！坚持的力量。穿越这一路的颠倒。收好，收好了。一生有你的心梦。天哪！收拾东西，赶快走吧。这最后一件。